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晚餐煮一下，煮个香菇鸡贡丸汤，煲一下，进补一下，最近太累了，秋冬也快到了，好好补一下，再来煮个红烧鱼，再炒个小菜，这就是今天的宵夜。这时候看应该是宵夜，我也刚吃饱了，差不多了，十点了，晚上十点。哇，煲这个汤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哦，煲很久啊。早上菜市场买个菜，平常都自己煮比较多啊。好啦，如果还想看我煲什么吃的，到我的 IG 看就可以了。各位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